唱得解气，唱得痛快，唱得好啊。阿牛，走。哎，脚下葡萄藤，手中青竹竿，请问小姑娘，你是哪家的神仙？来的姑娘为什么会流落在江上？很多的财主啊。哦，我猜到你是谁了。啊，你猜到我是谁了？啊，你是刘三姐。对对，是刘三姐。我不是刘三姐，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。老人家，你来来来，上船来。不，好姑娘，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。老人家，你也爱唱山歌啊？老汉不只爱唱山歌，也爱骂财主。你看，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。老人家，你可真有意思。来，带上。好姑娘，留下吧。石川深小能安身，老汉不是卖落人，孟虎在心上人呀。
板桥它压三更。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。来来来，看看我们的小船。阿牛，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。老伯，他是……哦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他叫阿牛。阿牛哥。哎呀，烫！你放心吧，淹不着他。直到我家客来了，标出水面捧船头。老伯，阿牛哥也会唱山歌。啊，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。谁呀？你看，兄妹，哎，哥哥，我们家来了客人啦！是谁呀？刘三姐。这个毛丫头，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，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。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？没有死啊。什么？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。没有死？是啊。这个刁顽不驯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，哼！想要兴风作浪。老爷，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。哪个李老头啊？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。老爷，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？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。打鱼？哦，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。是。老爷，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，都赶来和她会歌。哦，老爷，您来看。老爷，您看看，怎么还要从远那儿来的？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。哎，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。啊，老人家，请喝茶。好好好，谢。你是哪儿的？梧州的。老人家，您是哪儿的？我，我是桂林的呀。嗨，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。我是啊，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。
我是柳州来的，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。好，这还了得，这简直是要造反嘛！啊，这老爷，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。哎呀，又是唱山歌。是。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，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。是是。一旦事成，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，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。是。去，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。是。对这些乱民。借口吗？歌迷，等一等，我换双鞋，快点，晚了就赶不上了。哎，歌迷，走啊！好。哎，别歇着了，快走吧。怎么，走不动呢？来，我替你背着包，快走，晚了就赶不上来。走啊！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晚了就赶不上来。什么赶不上了？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？真是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刘三姐，她在哪儿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啊？刘三姐，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，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，遭了财主的暗害。可三姐没死，她还沿江唱歌呢。这件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人都知道了。三妹，她没死，还活着。哼，财主想害死刘三姐，那是妄想。财主想要她死，我们穷人可要他活，乡亲们啊，都叫我来，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。走，朋友，领我去找他。走啊！谢天谢地，总算找到了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哥哥。啊？你是他哥哥？是啊，自从财主砍藤落水，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。这回好了，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。快！我是人间。强盗头，强盗头，哎呀，老爷，依小人之见，不入把擦。哎，你懂什么？是是是。莫公。啊，陶先生，我正要找你，有要事相商。哦，什么事啊？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，煽动乡民造反呢。啊，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？啊，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。嗨，唱山歌嘛，不过什么鸡呀、狗啊、花啊、草啊，也与村言。莫公不必介意，不必介意。哎，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，她是高山的红辣椒。你听她唱些什么？
穷人血汗他喝尽，他是人间强盗头，他骂我们是强盗头啊！这是造反，这是造反呢、啊！陶先生，倒也不必如此惊慌。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，就好见机行事。啊，是。哎，元宵来了，辛苦啊！找你的，找你的，酒后多事。李先生，陶先生来了。哦，你过来。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？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。没有看过。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。陶先生，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，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，就可以毒攻毒，何愁山歌不灭？但是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擒。莫公远见，人所不及呀、啊、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？都来了，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。好，丫鬟，快去吩咐摆酒。是。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？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。嗨，明天就要对歌，今晚尚未到来，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。再等片刻，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。只有去催，不能再等。陶先生，劳你今晚再跑一趟，去催催李罗二兄，让他马上动身，天亮之前务必赶到。莫公，今天太晚了点吧。丫鬟，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。快开船，今晚还得赶回来呢。二位姐姐，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？明天要和三姐对歌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。周妹，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。啊，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，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。周妹，你可得告诉三姐，明天对歌小心点，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。我们真替他担心呢。哎呀，我们走吧，有人来。周妹，哎，二哥，
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。我告诉姐姐去。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。三妹，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三妹，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。老二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，别怕他们。明天你们去对歌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。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？乡亲们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，她不能再闯祸了。老二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啊，走，老二，咱们睡觉去吧。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。明天好上歌场。对，好吧，早点好，歇着啊，早点歇着啊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姐姐，明天对歌你去不去？去，一定去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三哥不弹摇头灯，大路
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你为什么瞒着我呢？你说些什么呀？什么？你呀，你别装糊涂了。我问你，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？死丫头，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？哎，看了，我还拿来了。给我，把绣球给我，不给给我，就你个死丫头，给不给我？快给我，给我。好姐姐，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你把绣球给我，我再告诉你。你告诉我，我再给你。不给，那我不说。给你。钟妹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？我没有啊。好妹妹，不许再问我了。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，那就好了。你想的什么？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，那该多好啊。钟妹，不许你瞎说。怎么，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？傻丫头，你可真是个傻丫头。谁？阿牛啊啊，二哥，是你呀、啊？阿牛，咱们家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，没有啊。三妹呢？啊、哦，她在家呢。坏了，准是三妹又出事了。三妹，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没有啊。真的没出事啊？真的没有。
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，他跑得满头大汗的。是刚才？是啊，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，心想啊，准是你又出事了。哥哥，你呀，老是怕呀怕呀。怎么样？这两天，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：“快离开这里吧，又要出事了。”这个人呐，就是你自己。三妹，你看，哥哥，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，有了盘缠，咱们就好动身呢。到哪儿去啊？离开这里再说。三妹，我早想好了，咱们今天就走。今天就走？哎，马上就走。哥哥，别再说了，快收拾东西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三妹啊，我求求你，听你哥哥一回话吧。哥哥，你放心吧。你呀，你可真不懂事儿。你想想，莫怀仁这个老狗，他能甘心吗？哥哥，你想想，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，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？天底下，地上头，哪里没有莫怀仁呢？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？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。啊，今天有鱼。老二，走，喝一杯去。哥哥，快来呀，这条鱼是捡来的。你就吃吧。叫什么叫？坐。喝杯酒，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打鱼去。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，还想不让我打鱼？哼，办不到。要鱼税没有，要命倒有一条。老二，你说的对，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。可是啊，咱们不怕。哎，孩子，吃饭呢？Bye.
兄妹，你累不累？不累。三妹呀，三妹，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。老二，别着急，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。大妹，这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怎么能不叫我着急？路上有人看见没有？没人看见。嗯，好，要严加看管，不要惊动了他。是。管家在，吩咐家丁使女，哪个走漏风声，乱棍打死。是。我家老爷吩咐，请你梳头换衣。你家老爷是谁？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，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。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，我们偏要讲。好妹妹，你们告诉我，莫怀仁把我抓来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
妹妹，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，就说我不要。好，姐姐，我就去。不穿，莫某也要送。要按时送茶送饭，上顿不吃，下顿再送。鸡鸭鱼肉不厌其多，瓜果点心不厌其好。一个山野女子，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。这叫先挫她的锐气，再饿她的体肤。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，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。好，以晚生之见，耐等三天，他准会俯首贴耳啊。老二，你到哪儿找他了？山岭山背，沟里沟外，我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你们看，阿牛回来了。阿牛，哥哥，墨家大门关着，一点风声也听不到。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。我怀仁这个老狗，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，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。对对对，一定要找回来，一定要找回来，家里分头去找。姐姐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莫怀仁这么大方，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？姐姐，他说啊，先关你三天再说。要关我三天，这个老狗可毒着呢。姐姐，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。是啊，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，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，他才不会来呢。什么办法？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，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。你给他大闹一场，他很爱面子，怕闹出去不好看，说不定他会放了你。哎，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，哪里会有那么慈悲？试看吧，姐姐，你看。去叫，骨头砸碎了！
怀仁，你到底还是来了。你好啊。哼，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，还请不到你呢。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。哼，好心。到我家，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呀、啊，好茶好饭，绫罗绸缎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多谢你的奉茶饭呐、啊，三天不吃不加盐。多谢你的奉绸缎，世人谁把狗皮穿？刘三姐，你傲气得很呐、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也是老虎口，这里也是野狼窝，人一到得好卖面啊，杀人在放，不见血落不见血。好，你知道这里的厉害就好。把门锁起来。